情话，每一人的坚决不容击垮，精确的算法，隐形的盔甲，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，目标原本就看不见，崭新的梦如何实现，从原点到终点，地平线有多远，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，冲破层层的包围圈，未来赛博一剑，一幕幕实现，以梦为马，世界复杂，简单的心去对好久没回来，我都想这些我挑的东西。熊猫，一回来你就去厨房干嘛？我提前给你煮了姜汤。最近天气变凉了，你看看你，小鼻子都冻红了，赶紧暖一暖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。那些海报，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吗？也不完全是。我想了照片，找严晓学习了一下 P 图的技术，然后请小兰跟我一起选的海报模板。你怎么不直接让严晓帮你把图 P 了？这是我的真心，不能假他人之手。聊聊，这些天你没理我。他们都跟着吴京打彩的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还能有这种事儿？这些花明明都长得好好的，你骗我。这是你送给我珍贵的礼物，我当然得让他好好的。我只是想让你夸夸我。你真棒。但是以后这些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吧，我不想让你太费心了。聊聊，我们以后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不管有什么不满意、不开心，都要及时解决，不要到第二天。你也不要不理我。那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你都要和我说，你不许瞒着我。我保证。那你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跟我说的？还真有一个。你快说。我的心只有这么大，只能装下你。我的心也特别小，也就只能装下你一个人。那这一次是什么用 ？I love you。
别想你呀，治疗唤醒夏夜的喧闹，黑的白的消散的颜色，伸出手却触不到的那些美的早已遗忘的，因为你又开始舞蹈，你的出现世界温暖我的语言，叫我看见生命就像蝴蝶，破茧后才能飞远。啊啊啊啊，飞出泥泞的荒漠。啊啊，我要回答你。恢复了，师父。哎呀，这么多年呐，终于好了。哎，不会再反复了吧？了了，带我去眼科医院做了全面的测试，应该不会了。好，好啊，奇迹啊！奇迹啊！程辽姐姐，你回来了，小景师兄眼睛里的颜色也回来了，你们两个就是被老天爷祝福的爱情。还好我及时出手，力挽狂澜。要不然就被你们三个单身狗给搞砸了。那个小石嫂，可不要怪我们啊！程亮，我们都不是有意的，绝对不是故意捣乱的。你还说呢？就你那主意最烂，对，程叔都挨打了。你看看，啊，程亮妹妹，程叔现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脑袋挺皮实的，就擦破一点点皮。啊，他还说呢，等他好了，让你回小馆吃他做的饭。太好了，那我这颗心啊，算是放下来了。你们三个臭皮匠，谁也别嫌弃谁。
有功夫在那斗嘴，还不如谢谢我这个诸葛亮呢。陈良姐姐，我那个海报制作的还到位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那个没有1000部偶像剧的阅片量，是绝对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找到这么多模板的。你们呀，三个臭皮匠加一个诸葛亮，只当骑手都屈才了。其实我那个主意还行，厉害的。不是你想想，我这个时候这么欢乐。程鸟来了，你跟影珠师兄没事了？早就和好了。那就好。青春，你这棋大不一样啊！啊，哎，师父，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哎，心境开阔了，棋自然就会不一样啊。看来这都应该感谢小程了啊。的确，如果不是因为了了，我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您给我留的作业。它给我带来了更广阔的天地，而且通过这次波折，我更加明白了，它就是我生命里追寻的色彩。它让我睁开双眼，重新面对这个世界。你能找回颜色，又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幸福，师父也应该可以安心了。师父，嗯，我能看见颜色以后，就一直在想，我之前下棋，一直想的是寸土不失。一味强调公式，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是狭隘的心境。我认定自己什么都没有，更加害怕失去，因为害怕失去，将自己更加的封闭起来，进入了一个死循环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当初我执意要让你搬出九州道场的原因。师父，嗯，我要改变棋路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下棋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跟过去的自己彻底的告别。只不过，近期的比赛可能无法保持连胜了。哎，弃子争先的道理，你小的时候不就知道吗？弃子争先，不因小处纠缠，而丧失了先手的主动。对，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棋手，舍得是你逃不过的考验。放弃一时的胜负，去探求更高的境界。这。不管是在人生之中，还是在棋盘之上，都是这个道理。唯有舍，方能得呀。嗯，师父，从今天起，我要下真正属于盛景初的围棋。景初啊，时至今日。我留的作业，你应该算是完成了。师父，嗯，您的意思是，我可以回来了？青楚啊，
师傅年龄越来越大了，将来这九州道场就要靠你了。他真的完全恢复了？是啊，这次小景师兄啊也算是因祸得福了，前两天跟我说还要去考驾照呢。闹钟，闹钟。今天是祈愿公告升段的日子，官网的消息一般在这个时间发布。怪不得用这首歌当闹钟呢。景初的眼睛能看见颜色了，小兰升段又要成功了，双喜临门。我觉得咱们得热闹热闹，庆祝庆祝。这样，我先给大家切盘水果，热闹一下。好。丁兰师姐又要变强了，真羡慕。小大大，你看看这架势，感觉不太对啊。凭什么没有我？我的圣局明明都已经够了，我要找得很清楚。哎，我再找找，你是不是没找到啊？我。姚师叔，哎，麻烦了，谢谢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这样不好吧？当初不是说好了是可以重赛的吗？那现在怎么又是这样一个处理结果了呢？哦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。丁兰，祈愿的意思是这样：你和杨云飞的那盘棋呢，虽然西河主动退赛，没有直接判负，不过你和杨云飞重赛下的是快棋，鉴于本次比赛本身是非常少见的两日制的超慢棋赛，公平起见，这次重赛的成绩不能够落入升段，所以这次还是没有升段的资格。这算什么？我都赢了两局了都不算数，还不如早早的把我罚出去得了呢，还白白的牺牲了小何师兄，这破规矩。哎，小兰，师傅，哎，你再等等我，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哎呀，丁兰这孩子啊，就是沉不住气。师傅，嗯，要不然再跟祈愿领导那边沟通商量一下子。也好，那么我去说说试试。爸，嗯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西河做的不对，您去不合适，还是我去吧。我是大师兄，照顾好父亲。好，师父，再等等。喝点柠檬茶吧，嗓子都哭哑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，咱们这次不行，还有下次。小何师兄，我对不起你。
你都为了我退赛了，结果。没事，别哭。小兰，他成功的路上都难免会有一些挫折的，有些人也许都没有办法把自己最热爱的东西作为事业呢。陈老姐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再也没有办法把我最爱的围棋当成事业了吗？不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没有。小师姐，程了妹妹的意思是，千万不要惧怕挫折。对，哎，这个挫折教育啊，我最有经验了。你看看我，爱情。拜师，这各种受挫，真的是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。我的身段之路也是屡战屡败。不，他也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快坐来。你别听他的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别听小伟打的啊。小兰，姚和师弟说，大师兄已经去祈愿，帮你求情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大师兄孤军作战，我也得去。哎，小兰，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可别闹了。哎呦，小兰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小兰，好，你别冲动，别冲动，你听我说。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形火药桶，你进去肯定是一炮三响，就全场就炸翻了。你别说想翻盘了，你本都捞不回来。小师姐，冷静。啊。看大师兄这样子，好像是没谈妥。小兰，祈愿领导对这件事情表示非常遗憾，但是公告发了，不能改了。哎，小兰，来，小兰陪着你，你看看大师兄我。哎，冬天我们傻傻笑了多年，他是否能够发芽？下个哎，那个，我给大家去买饮料。那个光喝酒不好。哎，结尾，哎，我陪你啊。哎，好，哎。站住，我知道了。师伯，是大师兄吗？
小兰师姐升段的事情，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说是结果已经公布了，这次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了。丁兰很伤心，拉着景初他们唱歌去了。唉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师父。本以为小兰师姐升段的事情毋庸置疑，结果却错失良机。这种一下子从云端跌落的感觉，一时间确实挺难让人接受的。小柯，甭管多大的挫折，啊，就自当是一次历练，啊，一次不行，以后还有机会呀。丁兰的事是这样，其他的事也是这样。师父说的是。哦，最近景初的心胸开阔了很多，没事可以多找他聊聊，有好处。嗯，好，师父。嗯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。赶紧去管管小兰吧。啊，唱得不错。嗯，是啊，我怕她明天嗓子哑。啊，对对，前两年比这调还高呢。当然了，我当然要关心她了。你赶紧去拦一拦吧。你不信啊？那是你太久没有跟她唱歌了。哦，不敢就算了。哎哥，你今天不是去九州看情况吗？怎么回来一句话都不说？是不是事情发展的不顺利了？弄巧成拙啊。怎么会弄巧成拙呢？那程了不是正在跟盛景初闹分手吗？分手？哼，盛景初不但没有失去程了，不但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因祸得福，看见了所有的色彩。什么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，现在他解开了自己的心结，其力肯定是更上一层楼。而且师父还让我跟他多交流，好开阔自己的心胸啊。哥，你别生气了，咱们肯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只能再等待时机了。出去吧，我自己练练气。
小兰，大早别不开心了，开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嗯。别说话。小林师姐，昨天吼了一晚上歌，说出了那么多负能量，总该发泄完了吧？按以往来说，他能起这么一大早，一定是振作了。小兰呀，你看你嗓子哑成这样了，大师兄给你熬点青眼利喉的茶好不好？啊？哟，大师兄，你怎么来这么早？师傅，师兄。小师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和了了都不放心，过来看一下。好，我去给她熬点茶。哎，搭把手。哎，没事吧？快给我想个办法，先把他们灌醉，你这么多心呢？哎呀，快快点，快点！开玩笑，那个小胖子是从有心身上活下来的。爸，我饿了。你要知道，你这声音挺有特点啊，感觉比爸就男人味儿啊。哎呀，我都这样了，你有点同情心嘛，好不好？爸爸最同情你了，来，胖大海，喝了，饭马上好啊。来，吃水果，我不吃。西河一直在哄他呢，但是看样子效果不是特别好。简单吃点啊。哎，爸。啊。我姐之前那个打拳击的沙袋在哪儿？沙袋在地下仓库里面吧。哎，你要沙袋干嘛？我要拯救颓废少女。哎，你今天让你爱徒过来找我哦。今天要多喝水，少说话，保护好嗓子。谢谢爸。小兰，你不要这么消沉嘛，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像你了。哎呀，升段的机会还有很多呢，以后我们继续努力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别人不知道，你们俩还不知道吗？啊，一个女棋手，段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，再想升段有多难。我为了升段，我天天训练，我做准备，就差这一局，那偏偏还不算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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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休息一下嗓子啊。人家体育院说了，说你跟杨云飞的那一局啊，人家说是无效，不是说你输了。马上联赛不就要开始了吗？是吧？你再赢一局不就好了吗？那我要输了呢？那就再赢回来。对。打碎五段，啊！喂，快！赵亮姐姐，他不让我喊，打起来没劲。哎呀，小石子，他嗓子比你还哑呢，说话我就不替他说了，但是喊绝对不行，必须我替你喊。站住！
着急，慢慢打，都别说话啊，先喝口茶。金银花茶、胖大海桔梗茶，还有菊花雪梨茶，来，大家都喝点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这种方法像是在开玩笑，但是如果你这会儿放弃了，就真的输了。遇到挫折，要独立站出来，正面迎击他。棋手也是运动员，运动员不就是要有那种哪怕摔下去了，不管有多疼，都能爬得起来的那种拼搏精神吗？对不对？对。小师母说的对，绝不能轻言放弃。兰兰，相信自己。能看到颜色的话，一定去考一个驾照。那等你考上驾照了，带我去兜风。一言为定。拉钩。兑现诺言，带你兜风。兜风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我都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把它开出来了。要不是因为遇到你，他恐怕就只能停在地库里，直到寿终正寝了。我这不就及时出现了吗？而且我还就赖上你不走了呢。求之不得。盛静初，你开车的样子还有点帅。只是有一点帅吗？聊聊。嗯。过几天我要和大家去南京参加围棋联赛的团体赛，恐怕又要和你分开几天。没关系的，你就放心去吧。正好我最近也要把我的小狐狸私房菜的视频号做起来了，严晓已经帮我把第一期节目剪出来了，
我的视频一旦上传，就得保证更新频率。我最近啊，还得着手研究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实力和容易上手的菜。忙归忙，但不能太累了。我不累，我现在身边有你，还有我喜欢的事业，我的日子别提过得有多开心了。我也一样。哥，你真想好了要重新参加比赛啊？我是个职业棋手，总不能这样一直躲着吧？可是也不一定非要选跟盛景初一起的团体赛啊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的。联赛的南京站马上开始了，我既然入门了九州，团体赛是逃不过去的。这个比赛主要是盛景初。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都说我些什么吗？说我十番棋之后一蹶不振，说我遥可数及。这次团体赛主将是盛景初，我回归赛场，不是正好可以闭上他们的嘴吗？不过哥，你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好了，哥，都收拾好了。会褪色，是你给我失的力量。